医生怎么说？医生说一切正常，谢谢你来陪我复查。嗨，跟我说什么谢谢啊？哎，让我看一下你那 B 超照呗，我还没看过呢。你这孩子长得挺像个梨呀。哎，你看他还握着拳头呢。刚刚医生说他已经长出指甲了，而且他现在还会打嗝呢。这么神奇啊！但你这样子完全不像啊，根本看不出来怀孕的样子。可能是我平时穿的比较宽松吧。哎，你看这个，离这个把儿这块儿，应该就是他的腿是吧？头围121，你怀孕了？是不是我？是我的孩子。